徐怀钰的这个抒情代表作之一，我不要。我不要吵吵闹闹，我要干脆挽就挽了，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徐怀钰唱这一种，我觉得有点傲娇，又有点傻的少女心事，我觉得特别适合她。爱是一场重感冒的这个像是姐妹作这样的，因为作词的人姚若龙老师、啊、对对对，然后我说过姚若龙老师很擅长就是用一些年轻人习惯的一些生活上的事件、啊、放在抒情歌曲里面来配合这个 Yuki 这个平民天后这样子的形象。对、啊、这首歌曲徐怀钰表现得很好，我一直觉得 Yuki 唱抒情歌是相当好听的、啊。